本期视频是一个科普教学视频啊，如果之前不懂的小伙伴们这次一定不要错过了。你们看博士技能介绍，当所有求职者都处于倒地状态时，倒地淘汰速度提高300%。当电闸通电之后，倒地淘汰速度提高300%。问题来了，这两个300能不能够叠加？有人就在我视频下面评论说不能叠加，实际上行不行呢？直接来看测试结果。结果你们看到了吧，是可以叠加的。开门站的时候如果只有一个人了，那倒地淘汰速度会非常快，会增加600%。所以如果有可能啊，尽量不要急着走，让队友的淘汰速度慢一点，有时候队友可以爬地窖或者自愈。 OK 啊，本期的科普视频啊就到这里了，还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哦。